小卷干面上桌，客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到底有多多？看看这一盘小卷铺满满，满到几乎快要看不到底下的面。回到厨房，老板正在称重，每碗的小卷都要称足300公克，称重之后准备下锅。 清水烫熟起锅之后，新鲜就是好滋味。老板一个一个铺在意面上，两边铺完铺中间，数一数大概小小的小卷，少说有20个左右，最后撒上葱花。这整盖无二三十只，你看感觉讲不讲，哦是咧食小羹啊，还是食面啊？很甜，然后很鲜，然后很好吃，口感不错，很大碗。 小馆超多的，这碗超浮夸小卷面看起来高贵不贵，老板卖的价格相当佛心。有配合的渔船，有新鲜的渔货，所以我们才做这个面。新鲜小卷脆中带 Q， 吃得出新鲜，老板不会多销，让这碗浮夸小卷面视觉、味觉都享受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何胜凤台南报道。